马哇台风逼近基隆海岸，出现了长浪及大浪，船只纷纷回港避风，形成难得的塞港景象。外口拢大家惊，所以提早礼拜啊，大五轮沙滩已经封闭，冷冷清清，只剩下环保局清洁队员忙着捡垃圾。东南里会有大家泳客注意自身安全。而另一头海星游泳池仍有泳客前来晨泳。外口未使游啦，外口未使游。海水会干了，会啊会干。基隆一早出现了强降雨，虽然雨势只下了十分钟就停了，但间歇性的雨势威力不小。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堵南抽水站视察防台准备工作。因为这是任内的第一个台风来袭，所以个人还觉得还是有点紧张。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抽水站，那感觉他们也有充分的准备。那不过现在有很多的灾情，它不是来自于风，它是来自于雨，充沛的雨量或甚至大量的雨量可能会让地基产生变化，然后可能会让土石流会松脱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可能雨带来的灾害，其实不小于风，这是我们这几年所看到。那我们要一切要小心谨慎，不过就是如果市区的水位有高了，这个我们的排洪，我们的这个抽水这方面，我相信专业的机械一定能够扮演出一定的角色，但山区的雨量会不会造成灾害，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堵南抽水站目前是有四部的抽水机，只要水量到达一定的水位，抽水机就会启动。我们全基隆河在基隆市内总共有16处的抽水站，那今天来的这个部分是堵南抽水站，那这边是有四台的抽水机组，那最快的时候每秒是20吨的抽水的一个能量，知道有台风可能会袭台的时候，我们大概所有的抽水站所有的防汛前的准备的工作都已经完成，那包含基隆河周边的一些货柜厂的一些通知联系，请他们把相关的货柜要固定的这件事情，我们大概全部都已经完成。市议员张耿辉上午陪同市长谢国良视察堵南抽水站准备情形，呼吁市府要做好防台因应措施。我想我们堵南抽水站这是属于比较低洼的，当初就因为长期只要好大雨就会淹水，所以当初也建议地方上都建议在这边弄个抽水站。那经过这几年的话，我想虽然说没有说淹水的大现象也减少很多的，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整个台风在外围的话，我们怕说好大雨的话影响到整个淹水的问题，但淹水问题最重要就是抽水站的一个运作的是不是整个没有出现到什么状况。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要求那个市政府来这个抽水站再详细的检查，以让我们市民比较安心一点。受到马哇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的雨势会越来越明显，提醒低洼地区的民众要做好准备，不可以掉以轻心。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